常比我这个不少，就是他们。这里不晓得有没有来过，我的印象是在城堡附近，等一下再过去有一个城堡。跟维也纳一样，都有马车在这边。可惜主要在这里。上面都有金色的，这边也有。现在在这边用中餐，有一点印象。厕所在上面。Close Market， 就每个建筑物上面都有人物。主楼的钟响了，到五点了。那个音乐完以后，它才会敲五下。这条出来以后右转，这里是水的，要来河边了，景也不错，没什么人，跟你像，漂亮。这个建筑物也是很古老，一到河边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就看到那个古堡了。哦，以前就是来过这里，印象比较深刻的。所以刚才那边吃饭没错。这里很壮观的，Head house 的意思，不管是谁的 house。那边河边还有狮子两头。
个钟是可以睡着的。刚才那个广场吃饭没错，他有来这里，车子经过这里而已，没有来古堡，就要看一下外面有古堡。哎，这是蛮好的，很有韵律。这景色还不错，很多可以看的建筑物。刚刚拍还没有看到，前面有一个人在这边跟他拜拜，跟他祈祷。Head House， 这里有小孩子玩，年轻人在玩那个客机车。是市政府的旁边，那边是 Market Plus， 我们就在右边的那个餐厅那边，以前就在那边用中餐，现在记得了。我那是十几年前的事，但是好像是这一间，记得好像是这一间，记得在中间这边的。旅游书都没有写说搭什么车到火车站，所以是很麻烦。这条街现在还是很热闹，已经快六点了那样。现在就朝顺着这个路一直走过去。在这里，这是一只鸟，中午没有看出来。警察的车，巡逻车，刚才是从左边这条插进来，应该是直直走才对的样子。这里建筑也很漂亮。中午是顺着那个唐人街走，中国城走，所以后来查地图，它是偏北边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建筑物蛮漂亮的，是。刚才的雕像都在那边。都市看起来是蛮有气派的。安徒贝粉。哎，那一栋好像是火车站的样子，很值得看看。这里很壮观，两边那个对称，看看雕像。哦，这整条街真的有够长，蔓延到这里。到火车站的样子，原来就是火车站应该没错吧？刚刚出来不是走这里。